我是空军120机长陆中华，我部奉命接营志愿军中烈回国，欢迎志愿军中烈回家，先对铁生将士，听来不怎么样，下头安宁，向中烈敬礼。感谢歼20编队护航。 今年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，让我们铭记伟大胜利，致敬英烈，用新的胜利告慰先烈。